九月中旬，因为一个神秘任务，我们去往常州。小木呢？小木呢？啊，在这儿、哦、长出来了一个，出去吧。哎，嘿嘿，嘿嘿，好蠢！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江苏常州了。为什么来常州呢？其实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个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视频的后面再告诉大家。我们今天要用一下午的时间，要去好好的享受一下常州的美食。你俩咋分道扬镳？因为他是一个帅哥，我是一个美女。哦。因为赶车，一天都没有吃饭。找到了附近一家很有名的虾饼小店，它是全饼小吃，先用鸡蛋粉加上萝卜和葱，再加一点鸡蛋粉，然后铺一层虾，炸一炸，给大家尝尝。还有卤的非常像糖葫芦的鹌鹑蛋，好漂亮，扔到身上啊，像那个葡萄。哦，二十五，二十五是吧？好嘞，一会儿再买，再好吃，来。有纸吗？来不及了，没有。哎呀，虾饼很好吃哦。哇！大帅哥给你们你吃虾饼。哪儿呢，帅哥？你的左边，你的右边。哎呀，哦，是你呀、啊！不知树梢是南郎，不知木梢不为是空气。走走路，消消神儿，继续去吃下一顿。我打！我的儿化音说的不错吧？你看这里头，饼加鸡柳，臭豆腐，被木上死死攥住的一个肠。你扎我手指头啊！你捏住肠干什么？你们吃的东西全掉我肚子，太让人生气了。这种护食小妙招，绝呀！哼！哎呀，这是我的红汤面，这是木上的凉拌银丝面。这是杨徐修味的白汤银丝面，这是我们随便可以都可以加的卤料。你看它这个面很长，哎，看木上吃饭真的非常香，就像我小时候我外婆喂猪一样，就看着猪吃，好幸福。酉阳的猪吃的也可香了，这真的好开心，就比自己吃还开心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大家看我们视频肯定也是这个感觉，嗯。你不让我多吃点吗？多吃自己的。腰疼我就给你捶一捶，脑子疼我给你踢一脚。哇！哎，你这鞋可以脱掉。就是拖鞋，你跑不了。无聊游戏。跑了几级台阶，又能给肚子腾些地方了。这娃他妈来了啊！哦，谢谢。支付宝到账25元。哇，上面都顶着小蟹黄，你看这个汤，光了光了光了，这个位置，我家走喽，拜拜。不错，它里面就是纯的一个肉馅，里面加入了蟹油，一丢丢螃蟹的鲜甜，一丢丢。哎，我刚才去洗了个手，回来少吃俩。谁吃谁胖，谁吃谁胖，谁吃谁胖。再点两笼吧。明天我们就是要去吃大闸蟹。你现在跟蟹黄小萝卜呛干什么劲啊？对不对？不吃了，把肚子留给明天的大闸蟹。哎，对对对。说起大闸蟹，大家都会想到苏州阳澄湖，其实常州才是大闸蟹的支柱产地。要吃大闸蟹，当然要去见见老熟人了。没想到，哇！因为人多吧。这个鱼比一瓶分手的天还大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然咱们跟老天爷聊聊，让他给咱们一键三连。有点突然。下雨加闪电。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2018年的同一时间，我们也来过这里，常州郊区的大闸蟹养殖基地。蟹塘呢，还要见我们一位老熟人。哎，这个老熟人谁呢？这两年我没见到，我老想他了。带我们吃的那个大闸蟹。哦，有请我们副堂主陈哥。陈哥，当当当当当。
给大家复习一下，这就是2018年请我们吃螃蟹的副堂主陈哥，从此成为慕上挂念了2年的男人。陈哥的身份上有一些变化，他从当时的一个青涩的小男生，现在变成了一位老父亲。现在的陈哥呢，也不是副堂主了，升职了，现在是堂主了。哎，但是，哎，我们今天说的这叫群口相声。老朋友升职，当然要送点贺礼了。我们拟了一些比较霸气的称号，你选一个。好，宇宙无敌蟹王舰长、蟹堂霸主、霹雳总督。下一个。下一个是鲜香肥美蟹王大将军，这个好一些。鲜香肥美蟹王大将军是谁？是我。我已经闻到羞耻的味道了，我的妈！羞耻的味道，难道是？欢迎来到我的蟹堂。大将军非常感动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对你的思念确实一年比一年加重了，永远忘记不了那一年你带我吃的那好吃的大螃蟹。这我证明。那既然是老熟人，今天随你们挑，挑到啥吃啥吧。对，挑到啥吃啥。几点钟现在？现在11:40。现在完蛋了，最关键的时刻，十点四，员工纷纷下来吃饭了。不是，他们不一定会认得出来你。有道理。哈哈哈哈哈！蟹王肥美，蟹王大将军，哇，好帅。螃蟹在经过机器精准称重分类前，会先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人工挑选品质，挑出优质的和不合格的。挑蟹的还是2年前的那些师傅。师傅，你还记得我们吗？记得的，2018年。哦、oh. ，哎呦，我以为这2年你一直在天津电视台的嘛。天津电视台。那请师傅教教天津电视台的小木大洋如何挑螃蟹吧。这个看起来是同样重量的蟹，但实际上它就不一样。我们请师傅来介绍一下。猪水那个螃蟹好一点，肉水那个螃蟹差一点。这个脸红的，这个脸红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它的就是像一个人的胸肌嘛，这个平了，这个没有平，凹的。中间这个点也要红的，下面呢没有开。这个好的那个螃蟹呢，明显是不同，开了，就是饱满了啊，饱满了。小腿的第二块，腿也硬了，这个腿就是了。好坏容易区分的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这些师傅每天经手挑选上万只螃蟹，十几年积累的手感到底多准呢？不如把两只蟹用不同的绳子做上标记，验证一下吧。这两只重量一样的螃蟹，师傅说它们之间的品相就是有区别的。这到时候煮了之后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跟小编去看看吧。这个拴白绳子的就是优质的，拴蓝色绳子的这个就是普通的，到底是不是会差很多呢？先把这掰出来，这边就已经能看到黄了，这个香味已经飘出来了。这个是那个刚才师傅说的，就是优质的，这大块是它的那个蟹黄啊、肉啊之类的，这个是普通的，就差点意思了。好像在抽奖，好像在检验作品那种。开盲盒，这个的黄金灿灿的，这个的黄是那种中黄，对，不如那个油亮，黄也不是说特别多。口感其实是应该会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区别吧。那如果假如说你说我们一个人吃这个，一个人吃那个，没办法对比，只能一个人一起吃。哦，对，谢谢哥。谢。那么将由谁来进行口味上的辨别呢？老规矩吧。大将军当裁判吧。参与还有裁判的。你不参与了是吧？啊，我不参与了。大将军不参与了，那你们先去那边准备一下吧，猜猜那些装备上。伸手就来。那行吧，那猜那根石头剪刀布。我一直没想通，为什么木上平时运气很烂，但碰上吃的总能赢。哇！木上，你还在吗？你别背过去了，这俩只就由我们继承了。快吃吧你！这虾好白哦，挺白的，干净的。还是跟水有关系，因为虾是它猪蟹东西嘛。这个是稍微差一点的那个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普通的嘛。其实这个也不错呀。对，是不一样的。哇！从这个状态上就看出来，刚才这个的蟹黄是流沙型的，这个固态一些，像蛋黄，就像咸蛋黄固体。这是普通的那个。你的
现场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被人这么诱惑过。这个黄感觉偏稀一些。师傅，你说的是对的，师傅。说的是对的，我信了，我信了，我。师傅在哪儿？师傅说的我有点瘆得慌，感觉。加紧就着这个口感来对比下一只，优质的那一只。哇，一大勺，还有黄，可以看到吗？哎，你那嘴是戴森吗你？想起了两年前，两年前快吃吧，别回忆了，把快吃打在公屏上。你现在伤害的不仅是现场的人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看视频的每一个人心情都不是特别的愉悦。美丽蟹黄的那个味道好香啊，这个就是满蟹，就是满黄，很饱满。你成功的把鲜香肥美蟹王大将军给说馋了。我被惹火了，气死我了，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我整个人就是一瓶醋加一个柠檬。受了慕上的刺激，蟹王大将军紧急去小厨房加了八只蟹。真加了啊？真加了，真加了。我们也有的吃啊？我也有的吃啊？没有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了？对，拜，来吧，你是真的赢了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一人一只，攻了一只母，哇，成双成对吗？不可能给吗？可以，这不是可以，哎。哇，流油啊！我这个蟹的蟹心大家还是尽量去一下，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就要去蟹心，因为蟹心是最寒的部分。你的最好，我的真的太棒了。秋分起蟹脚痒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九月底左右的螃蟹的蟹黄会更加饱满。这是它的油啊，已经凝固了，吐黄油的一个感觉。小酌一壶，听我的。它好像香一点，我站木上一票。我就没你们那么急，你看看。猴急猴急的。他这蟹肉跟这醋挺配的。甜味，明显甜味。大将军向我们介绍了大闸蟹养殖的行业现状。一般大家知道养木大闸蟹呢，就是湖面围网养殖，但这种形式呢现在越来越少了，水质有可能会富营养放。太湖的话，现在2019年已经围网全部拆掉了，政府啊，包括相关部门也会想，那这些蟹能怎么办嘛？标准化的市场养殖就会得到一个推广。我们当时下午就有路过我们那个喂食嘛，其实都是一代一代很标准的，玉米跟冰鱼，所以说到最后出来的蟹的这个成品的质量，它会更稳定一些。对，其实像包括你刚才吃的那两只嘛，有一只你看相对不饱满一些，但是它并不是难吃的。啊，对，是这个是属于农业方面的标准化的一个推进。哦，可能你感受不到，但是它实际上我们在做了很多努力，对消费者肯定有意义，让你吃到更好的东西。第二个，我们最主要还是希望让大家农户能够增收嘛，这个实实在在的，让大家每亩的亩产能够更高一些。就这些，我觉得还是最最实实在在的，实际上农业也正在发展好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吃的每只大闸蟹竟然都在见证中国农业的变化。那么请问大将军，这么好吃的大闸蟹在哪里能买到呢？当然是在网上搜索月亮大佬店铺就可以买到了。什么？月亮大佬？对，就是那个道月社的月亮大佬店铺。什么？道月社开店了？是的，道月社开小店了，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品尝美食，想能不能让大家也尝尝各地好吃卫生的小零食呢？抱着这个心态，我们就尝试启动我们的线上店铺月亮大佬了。因为近期是蟹季，就准备了这份道月社的礼盒，有我们专门设计和定制的礼盒，严格把关的螃蟹，还有赠送给大家的道月社徽章。不过因为道月社的人力实在有限，所以
这次月亮大闸蟹是限时限量的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喜欢。之后店铺的上新可能会非常缓慢，因为每个产品的推出都需要多次的考量和筛选，先提前感谢大家耐心的等待了。最后，因为道悦社建立店铺的初衷是能够让大家更快乐，享受更好的美食，所以请大家购买大闸蟹的时候一定是有需求，而不只是为了支持道悦社，因为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一键三连已经足够了。那么就介绍到这儿了，希望大家能喜欢道悦社，喜欢我们的店铺月亮大佬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，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。叮叮叮叮叮。